球最大的后盾船。那它呢？它的身长，哇，那个400米。拍吗？能拍吗？会不会逆光太严重？因为它那个阳光下一秒之后就完全不一样。那刚好是我们要拍的那个位置。哦。那饮水时间有改啊。它本来是预计说，预计早上午夜12:30出港。本来昨天说10:30，后来看的时候11:30，那结果又改说12:30，因为3点高港的时间、出港时间不稳定，就差蛮久的。这艘还不是最大的，这个还不是的。16号有一个姐妹船，姐妹船，它是吨位是23的，它这个22而已。不然你就拍那个，等他在中间这里的时候叫我拍，他就站旁边一点。怎么多啊？
出。
嗯。